今日食咩咧？咁啊，今日梗系食刺身带子啦。咁啊，一盒有少少未溶晒雪啊，所以咧就唔能够熟刺身住。咁啊，但我冇个关系啦，所以咧我摆落嚟，摆几粒落嚟气炸咗先。咁啊，今日唔开镬煎啦，气炸咗。咁啊，到再解冻多少少咧，我先食刺身俾大家睇下，好冇？转头话俾大家听。有點樣好食法？轉頭見。哇！大家睇下，氣炸完得啦，幾靚嗱。佢咧有冇縮水咧？縮咗少少啲咁多，輕輕 at at 嘅啫。咁咧，所以真正嘅刺身帶子咧係可以氣炸都唔縮水噶。其實煎咧都會香，因為我懶咧，所以冇過火。咁啊，氣炸試下先。嗯，哇！非常之鮮甜，真係正啊！大家可以試下一隻刺身級帶子，百零蚊盒，好抵食啊！